中国米食大会带着移动厨房来到全国六个省进行米食探寻，每一个省有六位嘉宾，分为三组探寻特色米食和背后的故事，同时邀请本地名厨来到移动厨房烹饪当地特色米食。上一期刘仲萌和吴启曼组在增城司苗米基地探寻之后，带回了有米中碧玉之称的司苗米煲仔饭。黄瑶和毛豆组在生态农庄进行插秧体验之后，带回了禾杆砍珍珠。梅毅和王潇然组在观摩玉冰烧流水线后，带回了玉冰烧醉鸡汤。嘉宾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分享所见所闻，畅谈米食故事，探索一粒米背后的百味中国。上菜啦！我一下都半盘子没有了。这是什么？陈村粉。陈村粉就是那种就要蒸的嘛，就放在里面，像肠粉一样蒸过来。就是像肠粉一样蒸，但是更近要特薄，才有0.7毫米，最厚。梅毅、王潇然从酿酒技艺独特的玉冰烧酒厂出发，前往陈村粉店。去探寻薄爽软滑、晶莹剔透的陈村粉。梅老师啊，我今天要带您去吃的这道佛山顺德的名菜呢，是顺德陈村人黄蛋创造出的一种米粉，走吧，我们一起去尝尝。这个点人还挺多呢，是看多少人。在20世纪20年代，顺德陈村借助发达的水路交通，诞生了珠三角地区大米集散交易基地米墟，这里同时被誉为广东四大名镇之一。好米好水造就美食，来自珠三角各地的商人都在这里批发大米，而当时的北下南方的商户洗面，陈村粉创始人黄蛋就将这些收集的米磨成粉，制成面条形状，创造出一种以薄、软、滑、爽为特色的米粉。他挑着石担，在旧墟街头、河冲码头出售自制的米粉。由于这种米粉出自陈村，所以大家都又叫它陈村粉。中和了南北方口味的陈村粉大受欢迎。于1927年，在陈村旧墟桥南路开设茶楼黄蛋记。据统计，当时品尝过黄蛋亲手烹制美食的人有300多万人次，甚至超过了2017年顺德常住人口。陈村粉传承至今已经是第三代了，它也是佛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我叫何淑芬，是陈村粉的第三代传承人。在这96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只做好一件事，就是做好陈村粉。我们陈村粉的第一家店就开在码头的旁边，这家店主要保留了蒸、炒、煮、煎这些比较传统的做法。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呢，陈村粉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追捧的食客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又在锦龙商业街又开设了一家新的店，菜色和做法呢也不断的更新，所以就吸引了更多年轻一代的食客来品尝。先来磨米。是啊，
据说这个是一分钟要恰好60圈吗？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水米的搭配要比非相当之均匀了，速度也要均匀了，水米搭配也要均匀，摸出来的米浆呢才好呢。那咱们现在用的还是那种什么放置了半年之上的早鲜米吗？都是这样的，因为你太新的米了，不做对做好的陈春粉的话就不太好了，因为太新了，太新的含水量就比较高嘛，所以这陈化半年的话呢，陈化半年，它那个淀粉也会老化一下，是那个水分就没那么多，蒸起来的粉就又散又垮嘛，都是学问啊，所以我觉得你该我来试试，来，哎，学习一下，看行有没有学到位，嘿，哎。叫匀速，是匀速，哇，你的功底还挺好的，小马步一扎，你知道吗？是，一学就出来了，太棒了，还不能太快，据说太快还有匀速，因为它会石墨之间一磨，它就会升温，然后呢，就会导致这个淀粉太早的孵化，专业不行。来，米浆差不多了，我们过去蒸粉，好的，蒸给你看一下啊。哇，好大的锅。我们把米浆拿过来的话呢，下一步就是要调浆，把我们浆的浓稠度要调到刚刚好。烧均匀那个盆，方便它不用粘，等一下蒸出来的时候。把烧热的盘刷薄薄一层油，哎，然后呢就把这个米浆，因为这个盆呢有一定那个范围嘛，大力一点，把那个米浆迅速的走平那个盆。哎，哇，真的到位，哎，是很到位，还要没有的它补充上，就是摇那个动作，就是把它补充完的。专业，把那个赶快放锅里，一定要均匀才放。完了。哦，一不方平的话，你等一下你就蒸出来就不好看。差不多了，来，我切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熟了吧？哎，差不多。来，你来，继续，慢慢的起。我不怕液，不怕液就好了。我可以。证明你的耐热程度也挺高的哦，五体沙掌，适合当厨师，要慢慢的牵起来，一定那个手啊要很耐热，这个因为刚蒸出来。哎，梅姨老师帮他一把，哎，哇，哎，真热，兄弟合作啊，哇，第一期也做的挺感人啊，哼，薄如蝉翼，洁白如雪呀，手纹都看得到的，哎呀，哎呀，多少个手指都看得到。哇塞，绝了，成功了。你们既然学完陈春粉了，今天我们刚好有个新品饼评会，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俩就希望以后这种品评会都邀请我们俩来。那更好。风生水起陈春粉，那我们这里呢是把陈春粉替代了鱼生片，各种不同的配料，同时又感受到不同的那个食材，又感受到我们陈春粉的嫩滑。梅姨老师、花花老师来尝一尝哈。其实这个菜啊，看上去比较简单，是一个凉菜。其实呢，技术含量相当高。它首先就是在选料方面，就是说一定突出粤菜和顺德菜的一个鲜，刚刚恰到好处。谢谢陈老师，整体都很爽口。然后陈春粉确实，它跟鱼生还真有一点共同点，就是它的韧和脆。但是这种米香，被这个北极贝的那个韧劲儿带出来，有点海鲜，哎，有点海鲜，也是画龙点睛了。对，鳗鱼陈陈粉，
我们这里呢就把鳗鱼跟我们的陈陈粉还有我们的这种点心的甜品一起结合起来，那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独特的风味啊。尝一尝，它味道非常浓郁，就底层那个鸡蛋是甜的，然后上面那个鱼子是又脆又咸，中间那层鳗鱼呢又非常的香，在一口里面就能吃到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味道，并且它不是一起在嘴里迸发的，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出来的。我们听一下年轻人的。对，其实我觉得一整道菜一咬下去哦，口感是丰富的，就是层次性非常强的，整体我是很喜欢，因为怎么说呢，年轻人就是看他的外表颜值啊，不好意思，对对对。鸡蛋的那个甜度有点甜了一点点的，所以对，就可以稍微清淡一点，调整一下就可能会更好，这样子对。包汁、花椒、柚子皮、陈陈粉，我们搭配了我们的陈陈粉，还有那个柚皮，再跟花椒，然后这个柚皮呢，通过包汁来进行一起炖的，所以它的味道比较丰富。这是一道养颜菜。柚子在我们粤菜的烹调法当中有一个叫靠的烹调法，靠就是说把原来没有味道的一种粗的料长时间的烹饪渗透到里面去，柚子吸收了柚子的味道啊，这叫靠，就是互相的融合靠。那么我们厨师对年轻一辈嘛，年轻一辈如何去传承我们的粤菜呢，就靠他们了。那他们对于传统的老一辈的一个做法，特别是靠这种能够延续下来，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芬姐平时的教育有方了。特色大虾陈陈粉，用大头的螺丝虾，然后把它中间切开，再进行复蒸，它跟我们陈陈粉进行搭配，体现不一样的海鲜产品跟陈陈粉的这种味道的结合。陈陈粉垫底比粉丝好吃，是吧？那个韧啊，是。鸡油花雕蟹陈陈粉，借助大蟹，用鸡油去焗，助力陈陈粉的这种丰富的味道，用花雕酒去提它的整个的浓厚的香气。有酒香，能吃出酒香，但是呢又不冲。对，因为在煮的时候那个酒了，那个挥发了，酒精已经挥发了很多了，很多了，是留这个香味了。你看咱今天这么多菜式，绝对琳琅满目啊，这个色香味俱全。其实种类挺多的，我们的那个宗旨就是传承不朽旧，创新不忘本。所以我们做菜好，做粉也好，都是精益求精，尽量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顾客。结合大家今天给的一些宝贵的建议和一些指引，我们后期会去做改善。我们这里的话是也会有不断的去创新和发展。我们在做创新菜式的时候行不行，只要我们品味过，得到大家的指引，我们改良了一定行。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礼物，这是一款普洱茶。它不太一样的就是它冲泡很方便，而且溶解速度也很快，里面含有6倍的茶和素，就是比较去油解腻，对身体也比较好。那也给大家尝一尝。哦，那我们把这个陈陈粉带回去吧，我也想尝试着做一下。
这是什么？哦、好好看、哦！有，好好看啊、哦！哇，它像一个糕点，是的，啊、好好看呢、啊！对，这也太漂亮了，像一个果冻哎，看起来。谢谢。我已经看入迷了，看呆了。好好看。好吃吗？好吃啊！好吃哈、啊。对，大家可以边尝，然后我边给大家解释。我曾经去大理的南涧，跟那个南涧的非遗传承人呢学过这个南涧油粉的制作。那这次呢，我又在陈村跟陈村粉的非遗传承人学了陈村粉的制作。这等于说是两种美食相距1600公里的相遇。陈村粉它是有爽韧的口感，那油粉呢，它是豌豆淀粉做的，就是它是弹性的口感。南涧油粉它是等于说是传承百年的非遗美食，那这个陈村粉呢，它是一个一直在追求创新，所以这是传统和创新的碰撞。上面那个是一头肉啊，上面是我熬的牛肉酱哦，对，和一个炸过的花生，就是因为整体的口味会比较清新一点，所以我们要拿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浓郁的咸香的味道去破掉这个，而且是硬的东西啊，哎，对，口感就更也增加了一层口感。我来广东啊，你想30年了，我在深圳、在广州吃过无数次的，就最后当主食吃的陈村米粉，但今天是真正第一次吃到了最正宗的陈村米粉，在陈村。啊，而且是非遗的传承人做的啊，那真是。因为无论是佛山本地的美食，还是外来的这个美食，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都可以融合在一起。我觉得佛山就是一个融合度特别强的城市，广东它这一片应该就很包容，是不是？其实外来人口就很多。这个从历史上来讲，你想在清朝最早的13行，就是跟外国人做生意的，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之后，带来了外来文化的一种冲击。因此广东的这个民风，老百姓受这个西风东渐的影响是最早的，就说他这个地方的人民啊，他自早，你想这都几百年了，就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就特包容，包括他的菜品也是这样，都是结合东西方这样的菜品。所以小小的一粒米变换它不同的形状给你刺激，但是它也本身也很包容，可以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这就是一种融合。哎，来菜了，来菜了。哎呀，这算是我们拿出来的菜。就是广东这边人喜欢喝那个叫叶粥，这别烫着啊，现在它凉了。所以毛豆它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个粥是包含着他们热爱的故事，他们热爱他们的本土文化，他们过去叫过三关，过了三关才能喝上这碗粥。过哪三关啊？毛豆黄姚，从多元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出发，前往弘扬醒狮文化的黄飞鸿龙狮文化武术学校，去探寻一碗有功夫的粥。提到佛山，总会想到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一代功夫大师。作为南派武术发源地和国内武术流派的汇聚地，佛山早已成为中国人心中的武林圣地。2004年，佛山被中国武术协会授予武术之城称号，成为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该称号的城市。起源于佛山南海县的醒狮，就是佛山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在广东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代宗师黄飞鸿把佛山醒狮融入了佛山功夫，让佛山醒狮不仅仅是民俗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传承，蕴藏着中国人自立自强、生生不息的精气神。老师，咱是来这干啥呀？今天啊，我带你来这儿喝碗粥。来武馆喝粥啊？对，龙氏运动中心，咱这喝的是龙粥啊。哦，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狮头。这太好看了，这个大石头！哇，好多人在这练狮。
飞鸿龙狮文化武术学校是全国最具规模、配套最完善的龙狮训练基地，所培养出来的龙狮表演获奖无数，被中国龙狮运动协会授予中国龙狮运动南海训练基地的称号。哇，我可别掉下来。哦，下来了，太好了。你好，你好，师傅，师傅，你怎么称呼啊？我姓何。何师傅，你好，你好，你好。听说是在武馆里面也有这个米食文化，所以就是想来一探究竟。我们是陶碗陶碗粥喝。你们要吃粥，也得要看你们的能力啊。能力，我能力一百了。他煮粥能力十级。食叶粥源自佛山的饮食和功夫文化。以前徒弟晚上到师傅家学功夫，大家练完功后便一起吃粥，以此来恢复精力和体能。久而久之，食叶粥便成为练功夫的代名词。习武之人每晚都会经过刻苦的训练，才能喝上这碗功夫粥。今天毛豆和黄瑶为了得到这碗独具特色的功夫粥，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待会我们是有一个三关的考试，待会我们一关一关的介绍吧，好吧？确定没有这一关啊？有这一关，我就直接走了。都是以一些基础，还有我们鼓手以狮头的这个默契的为主吧。好的。我们第一关是马步。今天呢，我们用接力方式来完成吧，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定时是三分钟以内。南山先来吧，好不好？我应该就十秒左右了。来，预备，蹲下来。好，时间开始了啊！加油！加油！加油！几秒？几秒了，老师？二十秒。哇，好吧，好吧，好吧，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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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坚持啊！男儿当自强。不强，那到不了，那到不了了。接着，接着。哇！两百二十秒，才二十秒。好，你们健身完了，老师。我不能。就不用我了，就不用我了。我不能，我最后十秒留给你啊。啊！男人当自强。那我不是男儿，我起来了。我为什么下不了？还有几秒，老师。挺着，要挺着。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到了，耶！啊！恭喜你们完成第一关的挑战了，这样距离科州又近了一步。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准备了。第二关呢，就是听音变方向吧。我们待会设定是在十五秒之内去完成。十五秒啊！十五秒，你来吧，你先来吧，我想敲这个鼓。好好好，来玩。你主要是没玩过遥控车，是不是？主要是对。预备，开始。多少秒？用时三十一秒。三十一秒。应该听我的鼓点都已经那么急了。我这把我往前跑的。用时九秒四，第
拼音变半位这一关呢，你们完成的还算不错，再加把劲呢，就可以喝到给两位减肥的粥了。第三关呢是一个三拜师障碍竞速。什么叫三拜师老师？哎，三拜师是我们武师当中一个礼仪，必须要做的啊。我们就找一个队的学员出来展示一下，好吧？好好好好。三拜师里，一、二、三啊，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哈。好。好，我们第一关是一个三抛式啊，转一个圈，过这个小条，再来一个三抛式，上桥，哎，三抛式。待会我们两个一人一圈，两圈加起来不能超过60秒。我先来。哎呦！加油！加油！抓稳，抓稳，抓稳！挂住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伸手，先把手伸出来。没问题。三拍式，哎，现在用时是27秒，27秒，来，很快的速度啊，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冲冲冲冲冲！哦，这样过，哇！哎，好，肯定没问题。用时50秒，97。好，过来。好了，今天的三关呢，啊，已经闯过了。过了，可以喝粥了，可以喝粥了。可以喝三大碗粥。我这辈子喝的最难喝到的一碗粥。其实平常呢，我们训练呢，师傅也是这样，我们训练的好呢。他也会带我们吃夜粥，就是吃夜宵，就是吃夜粥喽。来，吃夜粥，那我们就吃粥吧。好，去吃粥。终于吃粥，终于等到我最爱的环节。最爱的环节了。上次让我砸年糕，差点给我手砸断。要不砸一只手，别两只手。要不给我留一只。这次又让我砸马虎。总是要为美食付出一些代价。老师傅，老师傅。我说特别严肃啊，刚一进来有就有一代宗师的感觉。以前叫食夜粥，冇功夫叫食夜粥嘅。师傅叫我哋集中食夜粥，即系叫我哋集中冇功夫，唔好偷懒啦咁嘅意思啫。哦。啊，系啊，系啊。如果我哋咧，我哋即系玩完功夫之后咧，就叫师傅食夜粥，就师傅去宵夜啦。宵夜，宵夜，我就听到宵夜了。徒弟叫师傅吃夜粥是真的吃，但是师傅叫徒弟吃夜粥，就是你再多练会儿。你们辛苦了，师傅特意给你们熬了一锅粥。是，辛苦厉害。是，走了。吃夜粥啊。即系食嘢做啊，师傅叫噶呢啲啊。呢个系师傅叫噶，咁我哋系咪应该再练啊？揸个马步喺度。系啦，吃。好嘞。那我们可以把今天找到的这碗粥带回去，跟他们分享一下。必须让那些老师扎马步。对，别让扎马步喝。就是其实食夜粥这个词在广东地区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的。一般我跟你说我
食过几碗夜粥，其实是说的意思是我练过，我身上有功夫。吃粥是广东人刻到骨子里的饮食习惯，论会吃粥，广东人称第二，恐怕没人敢称第一。在广东，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煮的材料而命名的，比如鱼片粥、皮蛋瘦肉粥、猪肝粥等；其二是以粥的出处而命名的，如极地粥、艇仔粥。广东有名的生滚粥就属于第一类。广东的粥能生滚一切，可以说是各种食材物尽其用，大到山珍海味，小到家常食材，都可以在一锅粥里发挥它的风味。生滚粥里也是藏着很多功夫的，粥底的制作、食材和烹饪工具的选择都大有讲究。粥底要做的比一般粥还要稀些，只看到些许絮状的米花。放入粥中一定要选择新鲜的食材，煮粥也必须要选择砂锅，粥在砂锅里均匀受热，出锅后的粥才会绵软顺滑、清爽美味。一碗清淡绵长的粥，蕴含着广东人对米食的极致品味。一碗白粥啊，多么这个多简单，但是从作文的最高境界来讲，叫淡者履深。你看好多打动你人心的，从你儿时的记忆的，包括咱们的一些诗歌，都是非常平淡的，但是越在淡当中蕴藏着最深的滋味。大道至简。对，大道至简。我是京东良友好物推荐员张博文。夜粥要想好吃，米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像制作这款美食常用的高品质香米，逛京东超市就能买到。京东超市大米质量好，种类丰富，物流快捷。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来京东超市下单。我觉得粥最好就是一天三顿，三顿粥我觉得都没问题。它可以搭配在任何时候，夜宵可以，早餐可以，午餐吃不下来碗粥，晚上我觉得吃点清淡的还是一种粥。就是它总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它不是主角，但是最需要它的时候，只有它才可以满足你的那种味蕾。对啊，其实粥是最能补营养的。一日三餐都可食粥，但有没有好奇，就是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一日三餐的？梅老师了解吗？你最早的说就是原始社会，那肯定是什么时候饿了能找到食物就吃。真正从商周，说句实话，一直到汉朝，基本上都是两餐。孔夫子，那朝曰雍，夕曰孙。早晨那顿饭叫雍，这个晚上那顿饭叫孙，就两顿饭。所以孔夫子都吃两顿饭。真正到了汉朝呢，老百姓还吃两顿饭，但皇帝呢能吃四顿，极其罕见。在以后的这个整个时代里，一直到明朝，江南地区的百姓，因为它江南鱼米之乡嘛，才正式吃三顿。但就是真正的老百姓，咱们中国老百姓吃三顿饭，从清朝中后期到民国，哎，慢慢就是一个是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慢慢就变成约定俗成了，三顿饭了。所以我难以想象，好像民国这段历史离我们好像很近，对吧？也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才开始。所以说，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真是，现在年轻人还有一个特质，就是爱囤货，就他一定要把冰箱里面塞满。冰箱不是保险箱，并不安全，该怎么办？怎么办呢？你不如给他选择，具有 AI 致敬系统的海尔博观系列冰箱。哦，它可以吗？它可以有效的杀菌，让你的食物永远保鲜，一个味儿是一个味儿，增强它的食物安全感。太好了。是我们的吗？哦，杰哥，杰哥是我们的。对，哇，这个真的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们这是一道现蒸、现煮、现吃的菜，大菜大菜，太好吃了，这个一定要吃。谢谢杰哥。接下来各位要品尝的这道美食叫做粥底打边炉。为什么我是一种服务员的语态呢？
因为我跟阿曼在做游戏的时候我输了，输的代价就是必须要作为服务员为大家介绍，特别是他这道菜粥底打边炉。这个粥底啊是非遗技艺，它本身身份地位就很高，而且它这个主打的是有营养，因为不仅是用那个老鸡高汤来吊，同时加了很多药食同源的药材和食物，把它做成一种高汤，然后用这个高汤来煮米，把米彻底煮得特别烂，然后化米为水之后捞上面一层粥油形成锅底。对，你说最后那米都化在这个汤里。对，这道粥底打边炉呢，功夫就是在这个无米粥底上。粥底采用的是鲜米熬制，有米不见米，只取米精华，就是无字的含义所在。我现在很期待这个粥底的味道了。但你知道吗？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个粥底打边炉，它的主角是米，是它的粥。但我们为了它的一个配料鱼，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所以是自己去捞的。对，我们自己去捞的鱼。这个粥底呢，它确实吃起来是要有顺序的，一吃鲜，二吃荤，三吃菜，四吃粥，对，最后再搭配着油条蘸一蘸，老美了。粥底打边炉的这个一鲜，通常指的就是粥底中涮的海鲜和河鲜，而为了保证粥底打边炉的这个一鲜能足够鲜美，我跟阿曼专门去顺德寻找一种叫做石青鲩的鱼。这个鲩鱼的养殖可是老有讲究了。刘仲萌、吴奇曼从智能化种植的增城丝苗米基地出发，前往石青鲩养殖基地，去探寻粥底打边炉的美味密码。我感觉啊，佛山的这个天气应该是常年是属于那种湿润的状态，反正春季这时候肯定是潮湿的。关键是我们在鱼塘旁边。哎，你好，我们是来这儿吃粥底打边炉的。哎，你来对了，我们就是在广东的朱棣湖的总部养殖基地，这边呢全部都是我们的养殖鱼塘来的。这一个鱼塘多大面积？大概是六亩左右吧。那你八个就相当于将近五十亩的。没错没错。这一个鱼塘里面多少尾鱼？三万斤。一条多少斤啊？六斤。快算，三万除以六。五千。五千，这一个里面有五千尾。对对对。我们养这个鱼是分三个阶段的嘛。第一个阶段在农户手上买回六个月大的草鱼，叫皖鱼，大概是三斤左右。我们买回来就放在这个鱼塘上面，喂养四个月左右，我们就看它有没有达到六斤肉。哦，你这喂什么？喂饲料还是喂什么？鱼草。喂什么？新鲜的新鲜的鱼草。鱼草。对，鱼吃草。哎，对。这草真不好吃。鱼的，鱼的这个兴趣在哪里？现在这个鱼已经把它推到我们的高氧动力优化池这里了，这边叫高氧动力优化池。对对对对。来这边是让他们干嘛的？来这边是最后一步就是加快的瘦身，把这个鱼腥味全部去掉。那如果我们一般都是放在这个高氧优化池这20天。二十天啊，等于在一转的转涡水里面的油转了120公里，要油120公里。对对对，因为它24小时不停的游，加快了瘦身，瘦到多少斤？瘦到大概4斤到4斤半。不是，人家来的时候就3斤多，是你给人喂到6到7斤的，然后喂到6到7斤了吧，你又给人瘦回来。它重点，它一定要把这个脂肪全部减到没有脂肪。广东人对待食物是特别的讲究和精细，我们这条石青鲩鱼经过瘦身后出来是没有脂肪的，鱼肉下锅后怎样煮都不会散开，吃到嘴里面那种鱼的鲜香和爽脆就能品尝出来。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个鱼就倒在这个饲养池子里面来。来来来，你帮他一下吧。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来下去。丰收的感觉。那帮我们捞几条嘛，好不好？这个不行，要你们自己捞才可以的。但是捞不是你们一起捞，但是你们两个要比拼的。还要比拼呀？对。比什么？
比谁，我定肉可以格，不要定的太，太不定四斤，就定三斤八到四斤二。如果谁赢了，谁可以吃今晚的主体口锅。来吧，来吧，来。好的。鱼在哪呀？不是，我现在连鱼在哪儿都看不着。我也是。哦。哦。所有鱼儿听我口令，四斤的到这边来。好的。就你了，就你了。哇哦！你刚才说范围是三斤八两到四斤二两，三斤八两到四斤二两是吧？这个三斤九两，成。多少？五斤二两。哦，大了，差的也太远了。哦，来吧！你这个一定小，别管它够不够，我捞到说不定。来吧，我帮你称个吧。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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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斤。三斤一。我们快一点啊，不然我真的饿了。就它了，哎。不一定，我看到哪条。啊，这个不行，这个肥，这个我自己一看就肥。啊，它又小。那我。大家看我们捞鱼好玩吗？不行，这个也轻，这它吧。有希望是吗？三斤五两，差一点。这个五斤，三斤六，哦，就三斤就差一两，差一点点，就差一两也不行吗？来吧，咱别浪费时间了，你直接帮他挑上来，让他赢吧，好不好？大哥。你这样呢不是遛鱼，遛我们俩，对吧？回头咱俩今天晚上一上秤，彼此就二斤。对，所以这样，你帮他挑一条，好吗？等我来，来来来来，好不好？来来来来，你看嘛，人家是看的，咱俩是蒙的。他觉得哪一条长短差不多，之后捞起来。哇！要不我们给他猜一个重量，看谁比较接近。来掂一掂。三斤九两，三斤七，三斤啊！我赢了，胜利就来得这么的突然。输的今天要穿我们服务员的工作服服务我们哦。赢的，你的没得气，还要服务他，你站在旁边服务他，这个就惩罚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个服务员。我的梦想在佛山实现了，我好高兴的。来，这边请，河南，这边请啊。哎呀，走了走了走啊，走了走了走晚上好，哎，看谁来啦！各位贵宾，晚上好。什么态度？这就是你所谓的惩罚。尊敬的各位食客，你接下来要品尝的这道美食是佛山特色美食粥底打边炉，先用清源老鸡，再加上多种中药材熬制四个小时，形成高汤，再用这个高汤去煮粥。然后专门要这个粥上面的一层粥油，真的是一粒米都没有哦，但是它就是用米做成的，这就是化米为水，它的香味都在里面了。现在都很清甜很鲜啊，对，它有很香的那种米香味。作为服务员，我喝好了，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首先为大家下的是这个带壳的，它叫白贝。我这顿饭的想法就是能不动手就不动手啊，叫他。哎呀，
要不给你吃一口？你们先吃。啊，谢谢。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试一个吗？我们可以吗？可以，可以试一下嘛。好鲜。哇哦。是吧？好了，我们来下这个。等放下去。好哦，开卷了。来，二位尝试一下。好，谢谢。哎呦，累死我了！非常好吃。广东人怎么会这么会吃啊？真的，太幸福了。我们今天累了一天了。对，会被有治愈到。太值得了。好了，现在我先为大家下第一鲜，吃鱼。来，这个鱼下去有讲究，要一起下，避免谁老谁还没熟。这个大概是四五分钟，它打卷基本就可以了。这个是不是煮时间长了也没事儿？不是有一种脆丸，就是越煮越好吃？哦，对，这个呀，就是我们专门去顺德找石清焕的原因。这种鱼呀，它不仅仅是鲜味浓郁，而且呢，它久煮不烂，越煮鱼的鲜味会更能够融入到粥底，使我们的粥底口感和营养都更加的丰富。这个差不多了，我先把这个鱼盛起来，尝一尝。尝一尝，是不是很鲜？尝一尝，哇，好鲜啊！对，就是那种咸咸。哦，嗯。你有闻到那个米香吗？有闻到，有闻到，是吧？烹饪方法很好，奶香味都出来了。奶香味儿，对，满口都都飘香，它那个粥会裹住那个肉类。对，就是你，它就像打了浆一样，对，勾芡的那种。对，它会锁住肉质里面的水分。对，哦，我理解那叫。清中求鲜，淡中求味的那个含义了。哎，再来一块吗？再来一块，就是太好吃了。哎呀，你刚入口，舌头抿它是嫩，但你牙齿一咬合呢，它有点脆。对对对。一鲜已经尝好了，看来我觉得咱俩这道菜到目前为止应该可以打个70分没问题了。下一个就是肉了，先上八两肉。八两肉在猪的后脖颈，它一只猪200多斤，它这个部位的肉只有八两，就最好的，应该很筋道吧。还不错啊，嗯，来，嗯，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好吃好吃，它完全是肉本身的那个鲜味，嗯，我再来一块，它那个肥的那个地方特别脆，完全没有一点点的那种肥，是那种肉筋的感觉，非常有弹性，然后又有米浆包在外面，哦，好好吃了。我觉得到这儿已经可以达到80分了。朋友们，下菜，该菜了哈。前面我们一直在吃荤，最后呢是菜下去就可以吃菜和喝粥了，这两步合在一起。之前是蛋白质的那种味蕾的刺激，接下来我们感受一下吸取精华之后这锅粥的味感。然后呢，一定要蘸着油条吃。哦，哇，好甜啊！是吧？刚一吃第一口粥的时候，我就听见黄瑶在旁边感叹，就，哎呀，好甜。嗯，这个甜也就是广东人特有的对汤的一种最高的赞美，并不是放糖的那种甜，是鲜甜。鲜甜，谁能知道这个米化米为水，居然成了一个所谓的粥底的一个配角儿，但其实它是主角，它赋予了这锅特有的米香的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可以打99分吧，可以，有一分怕骄傲，我给你们多两分，多两分，怕你们骄傲。哦，太棒了。我们这次额外带回来一条鱼，特意嘱咐杰哥帮我们完整的蒸了一条，也是刚刚粥底打边炉用的鱼，大家尝尝清蒸以后的口感怎么样。哦，还在蒸箱里面，现在可以拿出来了吗？可以啊。好的，拿出来我看看，谢谢。哎，你跟米饭一块蒸啊？是啊。
那米饭会腥的吗？不会，这个经常是防臭味的吧。嗯，对的，我其实卖了一个小关子。卡萨蒂这个蒸箱它有一个独门秘籍，就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一块蒸，不会串味儿。因为其他的蒸箱可能水汽它一直在里面循环，所以它就把鱼的味道带到米饭里面了。但是它永远都是新鲜的水汽，循环一遍之后收集起来不用了，然后新的水汽再上来。是真的烫，是真的烫，哇哇，是真的烫，清蒸鱼，清蒸换鱼，太鲜了。我想跟梅老师讨一份礼物，因为他经常在节目当中和讲课的时候拿一把竹扇，同时竹扇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文人雅士喜欢拿竹扇，一种淡洁高雅的品质。但是为什么一个扇面是白色的呢？我讨一个礼物，您说，请你提一个词来概括中国米食大会，广东佛山，你的感受，一个词就好。瘦金蹄吧。送归贡，特懂啊！哇，没问题，这不是特别难，这个吗？得意忘形，哇！记住了啊，这个得意忘形最早啊是褒义词，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形容晋朝的阮籍，是形容他的。所以说我这个得意忘形呢，是就觉得咱们这一次佛山之行啊，非常得意。你看，得意又是咱们广东人特爱说的一句话。得意忘形。忽忘形骸，就觉得哎，忘记了自我的存在，融化于大自然当中，融化于米香当中，融化于咱们的友谊当中。真的好厉害。潸然泪下，潸然泪下。这个扇子你要拿走吗，老师？我要拿走，我要拿走。那再给我个别的扇子，东西扇缝吧，老师。中国米食大会让他得意忘形是最好的褒奖，谢谢梅姨老师，也谢谢各位，也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中国米食大会广东站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仪式是阿曼带来的，我们合张影吧，好不好？来来来来，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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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准备，我希望都有大家来准备，三二一，中国米食大会出发。佛山的米味是化米为水漂洋过海的舟水制作技艺，是大米磨浆做成面条形状，当年码头上最受北方商人欢迎的那碗陈村粉，是肥肉入坛和稻米共同等待岁月加持的酒香，是最解乡愁的玉冰烧。千百年来的广东人用孜孜不倦的勤劳与智慧，让珠三角遍布的藏在河杆下的珍珠被世界所发现。如今的广东仍旧在浪潮的前沿不断蜕变，他们始终准备着迎接时代的潮起潮落。下一站，我们从珠江三角洲的美食之乡广东佛山出发，由东向西跨越了1900多公里，抵达黎明之城云南芒市。我觉得美景在这儿呢，这是干嘛用的？我可以拿这个可以叠纸飞机互相扔。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牛屎酒，多吃点，产能高。天花板级还是蜂拥米线，眼睛放光，就是我要来吃的了。这里是景颇五兄弟。